这些都是你准备的。喜欢吗？喜欢。不过，你弄这些照片做什么？难道是求……哎呀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我知道，你当初说让我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再考虑跟我在一起，只是拒绝我的一个借口。不是借口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这个世界很大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很多事情值得你去喜欢。现在你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，而我也有了答案。子彤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冷静冷静，冷静！你知道我等这句话等了多少年吗？我怎么可能冷静得下来？我不会妆花了吧？我今天就不应该穿这身衣服过来的。你现在很美。哎，等一下，你。不会明天又后悔了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不行，我得留下证据。我现在就发朋友圈，昭告天下，你别想抵赖啊！怎么会抵赖？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这是你刚才亲的不对，我教你。